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 Torch News。 再次欢迎所有来到火把教会的新朋友，你们是我们的 VIP， 千万不要忘记咯，在会后一定要花十分钟的时间到我们五楼的 Welcome Center， 在这里你可以更进一步的认识火把教会。而说到在火把教会过去一个礼拜发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耶、我们的十楼火把教会的教室呢，终于要接近快要完工了。所以呢，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成长班或是与耶稣相遇的课程，还有各类的活动，都可以在火把教会十楼的这个地方来上课，或者是利用十楼的空间来活动咯。所以这对火把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说，绝对是一个非常棒的好消息，请你跟我们一起期待完工的日子吧。刚刚说到与耶稣相遇的课程，接下来上课的时间从3月23号开始，会一直持续上到5月4号，每个礼拜六早上的9点到12点是我们上课的时间。欢迎所有想要更多了解基督教信仰的慕道朋友，或是受洗一年以内的基督徒新朋友可以报名。报名的方式，欢迎可以向小组长来报名，或是在新人区主日柜台，同样我们也接受您的报名。大家一定很好奇，在过去的这个礼拜，为什么教会呢感觉起来好像我们的所有牧养同工都不见了，他们到底跑去哪里了呢？他们其实是到韩国的祷告山去接受牧者研习会的这个训练。所以呢，也就是在过去的这个礼拜，包括从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4天的时间，哇，我们的同工在韩国的祷告山上面，相信一定经历了圣灵非常多的充满，以及被圣灵的火给焚烧吧。那么你要经历被圣灵的火给焚烧呢，绝对不是只有去韩国的祷告山可以经历哦。从3月25号礼拜一到3月31号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8点半，有我们期待已久的火把禁食祷告周，欢迎所有的火把人一起到火把教会的办公室，跟我们一起在禁食祷告当中经历神的大能。在禁食祷告周当中呢，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几个活动，包括了我们的敬拜之夜，在3月30号的晚上，还有3月31号呢，则是复活节。今年的复活节主日的主题叫做爱无价。那么在复活节主日，其实跟我们一般主日的聚会时间是相同的，第一堂的聚会时间是10点20分，第二堂的聚会时间是12点50分。那么在这两场聚会当中呢，会有非常精彩的艺术表演，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神的大能以及神复活的荣耀，相信在当中弟兄姐妹会有非常不同的感受。所以请所有的火把人可以尽量的邀请新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复活节主日当中。在过去的这个礼拜，主日崇拜有一个大亮点，这个大亮点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弟兄姐妹在奉献的时候都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开心呢？就是因为看到非常多可爱火把教会的小朋友们在台上透过他们的舞蹈来敬拜神。那这些小朋友是来自于哪里呢？其实他们是我们教会 Wonderland 当中火苗班的小朋友。所以透过这件事情就可以发觉火把教会真的是一个生养众多的教会。生养众多不只是在台上的这些小朋友，包括在很多这个爸爸妈妈手上抱的小婴孩们，也真的越来越多出现在火把教会当中咯。所以呢，四月份有一个献婴礼拜，请还没有献婴的爸爸妈妈们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咯。看到教会当中呢，有这么多新生代的这个我们的下一代出现，绝对是一件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那么教会包括我们的全人发展协会，还有我们的新样基金会，在耕耘下一代上面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而且呢设计了非常多的课程以及活动，相信火把教会的下一代是最幸福的。所以在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火把儿童艺术学院就要开课咯。这一次的主题叫做挪亚方舟，当然也是取材自圣经当中的故事。本届儿童艺术学院针对3到11岁的孩童们，在他们的艺术表现、艺术的创造力上面呢，给予他们更多的指导以及帮助。报名的日期呢，从3月17号礼拜天，也就是今天，一直持续到4月7号
这个报名的费用上面呢，新生是1200元。如果曾经参加过儿童艺术学院的小朋友们，如果你在参加同一门课程的话呢，可以享有这个1000元这样的报名优惠。火把未来是，请你不要错过这些精彩的活动哦。首先是3月21号礼拜四晚上7点半开始的火把查经班，这一次要查的是彼得后书。让我们用爱慕神的话语这样的方式，一起在杨牧师的带领当中，更多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当天请不要忘记，要记得携带圣经哦。3月30号有火把教会在2013年第一次的受洗礼拜，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今天可以这个尽快的报名，因为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受洗礼拜当天举行的地点是在成功高中 B1 的游泳池。4月第一周有火把的返家主日，从4月6号礼拜六的晚上开始，有连续4堂的聚会，包括礼拜六晚上7点20分到9点，以及礼拜天早上8点50、10点50，以及礼拜天的下午1点20都有聚会。那么在第三堂，也就是4月7号礼拜天早上的10点50当堂呢，有 Wonderland 以及英文翻译会同步的进行。4月20号礼拜六早上的8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4月21号礼拜天，有我们的第三届夫妻成长营。这一次的主题是因为有你，我很幸福。集合的地点在国泰世华银行门口，台北市管前路6号。那么活动的地点呢，则是在统一马武都度假会议中心。参加的对象以夫妻为主，鼓励所有的要参加的夫妻们可以先将孩子妥善的安排照顾。报名的费用每对夫妻包含食宿、交通以及保险是3000元，欢迎弟兄姐妹在4月7号以前可以报名，名额非常的有限哦，只有40对，那么报名以完成缴费为主，所以欢迎火把教会的会友向小组报名，或是在主日柜台报名。不是火把教会会友的弟兄姐妹，可以透过 email 或是传真02-2312-1203来报名。每年的四月有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是爱在四月天。这一次的活动呢，是方舟行动启航之夜基督徒艺人联合音乐会。如果有这些基督徒的艺人透过他们的见证分享，相信也可以带给你对于这个信仰有更多不同的感受。所以在4月27号礼拜六晚上的7点钟，在新庄体育场，欢迎弟兄姐妹可以自行上官网索票，或者在3月24号以前，请小组长统一将数量寄给火把教会的秘书 Jennifer， 可以来索票。票价的部分呢，一次需购买2张，每套的建议奉献价是399元。以上就是本周的 Torch News，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天天爱耶稣，天天爱火把，同时用热情期待的心一起来迎接今天的主日。